你们算是把套路整明白了，都搁着卡 bug 呢。甄嬛，皇上。对了，安陵容，皇上。皇上，沈眉庄，王语嫣他妈，王语嫣他爸，殷角，殷角。您最不喜欢的三位导演？马导、张导、李导。说出你刚刚最讨厌的王聘导演的三部代表作。家在北方，家在南方，家在西方。您最不认可的三部电影是什么？家在南方，家在北方，家在西方。这个三部最讨厌的。